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蛋，今天来感慨了啊。那个啥，最近北海这两天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天天下雨，天天阴天。那天弄了不少嘎了，在这个内港这边，这是俺们这边最大的港。今天准备再来弄点嘎了，我看看，手头有点紧，需要弄点钱花。这两天反正也下不去水，咱再不赶快去走。哎呀，看这水草还挺好看嘞。上次就是那片滩，在那片滩，那片滩摸的。今天咱来这边这片滩，挺漂亮啊，真的挺漂亮。这水草里会不会有东西啊？扒拉扒拉，一共就那么几窝水草，我撒了半天就找着一窝这个。这应该是船上那些船长吃的扔了下来的，都是海螺。你看这海螺壳，咱收下吧，收下我看能做烟灰缸吧。这今天赶海第一个收获，可以吧？你们可能会问，二蛋这个傻子又在捡壳。行，这有啥呢？哎呀，你看，就平时不要，千万不要乱扔垃圾，这海洋垃圾都飘这儿来了。明年如果我弄得多，给大家邮过去，一定要尝一下，真的是太鲜了，就是海腥味都老大。这一把我都能感觉到，这一把哎，呀，屁股湿了。过分了，有点过分了啊！被讹了，屁股湿了，我靠！天哪！这天可千万不能让自己失水啊！这天要让你自己失水，你等你到四五十，你估计你就得什么风湿了，没事吧？你听听。收获满满，收获满满。哎，你看这潮水上来真快，好快啊！看那个边就能看出来。咱海练体力啊，熬人呀，熬耐心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收获满满啊！这是，多吧？扔红啊，没滴漏过来。待会儿看一下。哎呀，到了！哎呀，我兄弟，这一会儿，这今天早上大部分的收获，有不少壳，我也没仔细挑。不少壳，
我没仔细挑，然后回家仔细挑去吧，有点下雨了又。太阳雨。哎呀，给大伙看一下收获。那个实在不是我不想摸，这两天的嘎了反正都存着呢，最近。那个啥，主要是屁股湿了一大块，冬天那么冷。哎呀，太凉了，屁股上嗖嗖的。那啥，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点关注啊，那个下期视频再见了啊，拜拜啊，朋友们。